音呢？就是这样啊。但是我唱的啊。坏王喜欢，好舒服。小崩溃，好笑的崩溃。坏王喜欢，好舒服。我要跟你结婚。要结婚？你们真的告白了？老师，我不是老师啦。我是你姐幸福的。我不是老师，他是同学。我们两天都迟到啊。对啊，所以要带礼物过来。慢走，讲慢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再当一次小学生是什么感觉？我真的很怕班上同学不喜欢我，或是不会理我。我心里面有一点点紧张，就真的很像回到以前小学的感觉。哇，这里很漂亮哎，这是你们的教室吗？欢迎来到五年九班。老师，我不是老师啦。我是你姐幸福的。我不是老师，他是同学。我们两天都迟到啊。对啊，所以要带礼物过来。慢走，讲慢。好久没上学了。大家好，我是云华，兴趣是吃东西、看电视。有人跟我一样吗？没有。我们今天排了户外活动。那户外活动呢，其实是蒙特梭利里面很有特征的活动。跟以往传统式教育有点不一样的学校，我们以前比较没有。你抓不到我，我抓不到你吗？我发现对你不能太温柔，好辛苦。我让你帮忙教一下。我过不去。那我们要关灯就寝哦。好了，晚安。哇哦，你的内裤好看哦。干嘛害羞？全台湾的人都知道你穿这么可爱的内裤了。啊！蜡笔小新都输了，哈哈哈哈哈！像这种螺，我们会剪一颗放身上。那放身上有什么用？护身，因为有那个吸血。吸血。吸汗。小孩的童言童语是真的很可爱。你们班上有喜欢的人吗？有，我们已经有女朋友了。真的？二年级就有女朋友？那你有喜欢她吗？没有啊。你没有喜欢她，那就不算女朋友啊。还好哎。我爱你少女为主题，我要跟你结婚。要结婚？你们真的告白了？你们不要笑。我觉得这一次好像我有主动的去交朋友。啊，怎么了？想要吃柚子？我都会剥柚子。真的吗？我跟老师比赛，看谁柚子比较快。好，新同学，新同学。好。承让，承让。我们是 SHE 呀。甜甜的那个歌是什么？甜甜蜜蜜。甜蜜蜜是邓丽君的歌。哈哈。龙头的文章内底足生气的，好心来表演者足生气。我是不是足生气的？撑十一分钟就下课了吧？下课，下课！哇哇！围着啊，围着！想你呀！小朋友，那现在我们呢要来练这一首歌。感受到那个时候的大家的心是很专注，然后很团结，很凝聚在一起的。啊，那个真的就是，那个就是有感觉，有电流。要回台北去剧场？对啊，我觉得我回去应该背得更熟。你可以找一些大贝壳吗？我小时候都没有被霸凌过，原来是这种感觉。以前我们总是急着长大，但长大后才知道童年有多么可贵。看谁跑最慢，看谁跑最慢。
我以前的小学都是一上课就是在校园内，可是这两天整个大自然、整个村庄都是上课的教室。好想再当一次小学生！这不是小学吗？怎么会灭了？我要上你小学啊！好高，我有点软脚啊。那就不要一直想嘛。救命啊！哎，你要爬到最高那里啊，到那里啊！哦，我这条好紧哦。我其实没有衡量到以我年龄的实力，40岁了回到小学，真的不堪负荷体能。我这脚好酸啊！快到了，老师的快到好久，太累了吧？老师，我们改课程吧。就累会觉得有点想放弃，我觉得太难了，我不可能射到了，我毕不了业了。这一段千万不能剪，要坚持。我好帅，看到小朋友他们在那边，就会觉得不行，我得做好一个榜样，我要坚持下去，然后给小朋友看到一个面对事情的态度。回到小学，我可以知道快乐的感觉是什么。那个时候，我好像真的就是一个小学六年级的任嘉萱。在他们身上，快乐怎么好像就是一个基本配备？就会想到我国小的时候，好令人羡慕。此刻的心情有点不舍。现在好像真的要走，我有点难过。本来是来找回忆的，然后结果这里的回忆又变成我永远的回忆。天理好了，长大后要记得，我们也曾经笑得这么快乐。回到小学那一天，这两天我们心中都有彼此。